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漫画《进击的巨人》要迎来大结局了。作者剑山创从2009年开始在《叠策少年 Magazine》连载这部漫画，至今已经发行33卷，5日正式宣布将在4月完结，等于只要再连载4话就会看到大结局，让粉丝超激动。《进击的巨人》将在2021年4月完结。图翻摄自 YouTube Maga GYTINRU 叠策少年 Magazine 正式发布消息，进击的巨人将在4月9日发售的5月号刊登最终话，为这11年半的连载画下句点。至于单行本，官方在1月8日发行第33卷之后，6月9日发行的第34卷就会是最后一集。进击的巨人1月8日发行倒数第二集。图翻摄自 YouTube Maga GYTINRU 消息公开后，许多追更新多年的忠实读者都相当激动，在推特上热烈表示大结局。我准备好了，辛苦了，谢谢剑山老师让我们一直这么开心，请好好休息吧，四月居然就要结束了，好悲伤。我喜欢上的第一部动漫就是进击的巨人，谢谢带我进入这个世界。作者剑山创。图翻摄自推特情热大陆。事实上，剑山创从2018年就已经在构思完结篇故事，曾经公开过其中一格漫画草稿，是一个大人抱着婴儿的背影，而大人说奥前哈自由大，你是自由的。他也被问过有没有构思下一部作品，当时想了想说有是有，但是也有很大可能不画。剑山创曾公开一格完结篇草稿。图翻摄自推特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